在宇宙里遇到陌生信号，千万不要回答，因为那有可能是你爹，而我亲手杀了我爹。在太空科幻高级策略时间杀手游戏群星里，有个玩法叫做先辈子弟，就是开局给高级文明当儿子，然后做强做大后统一宇宙。而我这次用的地球人力，人中吕布，银河赤兔，地连舰炮，专属吕布。但我真不想啊，百善孝为先，可我真害怕他反悔并抹杀掉实力即将威胁到他的地球联合人类呀。毛毛虫是因为银河治理监管的存在，他是不允许任何低等文明研究出足够威胁到他的科技。人类反骨吗？不反骨，我们只是迫不得已。儿子，最近发展的怎么样啊？最近科技停滞不前了，我们也着急呀。主要是听说你们开始建造我们一直都没研究出的巨型构造了啊！我劝你们别造那玩意儿。当年我和对手从核能到反物质到最后暗物质时代时，他们非要打造一个尝试将黑洞包裹住的玩意儿。他们虽然拼尽了所有国力去打造，但最后不还是被我们暗物质舰队如捏蚂蚁一般捏死了？奇观误国呀，儿子！没有造，没有造。人类表面穷的叮当响，没有钱造舰队，不过是一直在存间研究上古战场发现的损坏巨型构造黑洞建筑归墟，如今已经修复完毕。现在我们的能源将撬动整个银河，等死吧老毕登。这就是爹和儿的故事。为了诚意和冲击力十足的结局，我将本来能更15期跨度直达100多年的视频不分段，只为让你们看得过瘾。那么节目开始。地联现在能源处于爆炸状态，与蜗牛人战争结束后束缚大量修仙文明的外星难民，使地联人口直接翻了个倍。不用害怕外星人，地联是来拯救你们的。我们将剔除你们脑子里又是什么晶核啦、金丹啦、元丹啦、胆结石啦，从而变成真正的一体人类，加入光荣的进化吧，外星人。那么有谁不愿意吗？我不愿意。地球以及各大死寂星球殖民地理想城计划改造开始，盖亚星球二科研分部已经建立，解脱的外星人口涌入给地联一瞬间增加了1倍的生产力和科研力量。我以前一直梦寐以求的环宇宙天启泰坦工程终于可以开始建造了。天启泰坦耗时5年打造，每个舰体模块都能提供20%的额外舰体加成，并且还有每日10%的舰体回复，乘3以及随便一个都是歼星级的武器。最强的是当血量在50%以下自动变成环宇宙机甲，战力直接翻3。如今我已经拼尽所有国力打造出以及一旁的歼1亿战列舰群，因为以前没有钱只能先用驱逐方队，如今歼1亿无畏舰级战列舰群才是主力。不过我现在先不要造太多，要不然被那个老毕登发现就完蛋了呀。善良的人类您好。你好啊，机械文明，你说话不是应该这样说吗？发现有机哦，不不不，我们不是真正的机械文明，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一体改造，不过是你们改造了90%，我们改造了100%而已。血肉苦弱，机械飞升，只有唯物主义才是宇宙的真谛。咱们都是为了宇宙终极唯物主义发展做贡献的科学家，我们非常乐意和向往自由的地联进行合作。地联尊重你们的意见，终止通讯。地联现在舰队容量严重不足，我将一个星球规划成军事基地来用来增加舰队的容量。记住这个军事基地啊，以后有大用处。一个陨石开载站和星云提炼厂的建立成功，为地联现在需要生产合金的矿物和强化动能武器所需的特殊材料问题提供了必备材料。现在只是初级阶段，在以后升级中将会越来越多。有好多玩家说动能和装甲垃圾，群星这个游戏你要带入去玩。如果一个文明的特性都统一了，那还玩什么群星啊，全是消消乐是吧？反正都是填色游戏，那不简单省事儿是吧？2289年，地球全面改造成理想城，用地球上7大洲8大洋消失不见的代价，换取了多出10倍的地理空间。这对于地联的战舰合金产量又是一次巨大的提升。合金需要矿物来制作，为了加大矿物的产能，这里夜间工作岗位给一些白天干完活晚上自愿加班的矿工提供夜间工作设施。地联从不强迫，都是他们自愿的。气态星云提炼厂2阶段完成，地联是时候进入真正的3级构造文明了。类似于黑洞归墟的银河奇迹将由我们一一建立。在我这个宇宙里，每个文明同时阶段能够建造5个巨型构造，这意味着巨构就像铜墙和原始人的分界线，谁先达到3级巨构文明，就能瞬间产能爆炸，捏死所有人。巨型船坞1阶段完成，加深工业传统，加大矿业产出，加大超级动能武器伤害循环研究的速度，建造恒星环世界机制。从今往后，普通的星球已经容不下人类了。在人类没有进化到和宇宙融为一体时，目前只有理想城和环世界才是人类暂时的家。儿子，最近怎么样啊？嗨，没钱呐，哎呀，快穷死了呀！哦，这样啊，那我这里有500消费品，你先用着。这个老毕登一定是来探查我的实力，不过现在我还不怕你突然向我宣战，只要你敢动我，以我现在的产能，我分分钟爆死你。
巨型船坞二阶段建造完毕，星舰建造速度加快67%。地联目前全部科技已经达到了5K，其中工程学占4K。地联拼了老命研究工程学，直接碾压所有文明，所以我们才率先进入了巨型构造科技第三次大爆炸。外加二重巨构飞升超级加速，短短4年内，环世界机制建造完毕，巨型船坞完全体建造完毕，星舰建造速度快到难以想象，巨型结构建造速度整整加了220%，超过地联的老敌人喵尾大帝。哎，距离人类进入太空才不过100年，有人说你建造这么快是不是开挂了？群星里开快速建造，外星人也会开，而且他们手速比你快，他们可能咣的一下就建造了一堆。大家都是高等文明了，我还怎么碾压，对吧？所以这玩意儿我是不会开的啊。主载机战舰建造中，虽然它的实力不强，但身为一个可移动的造船厂，可以在作战时提供强大的后勤支援。顺手收掉一个十年前签订休战条约的阿提赞文明残党，哎，顺手啊！短短10年我就已经宛如神明了。打阿提赞也是从总统需要打一级变成了他两句话都扛不住。修仙灵能是没有前途的呀，还是来地联加入光荣的机械计划吧。哈，脱离地球后，我想你们一定很后悔吧，大元帅。怎么可能？不过我想向前辈签订一下科研互助协议，你们提供71，那个我们提供0，非常丰厚的条件呢、啊。下次一定终止通讯。现在距离可以完胜老逼灯还差一段距离。地联新的理想城改造完毕，突然之间空出了大量剩余岗位，靠人口自然生产太慢，我这盘算来盘算过去，还得找外星人借点人口来生产合金。这周围的现在都是一群唯物主义的优质合作伙伴，这还都挺和善的，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张嘴借人。正好有个自称是天选者的世王，靠病毒同化了星球上的所有生物，并激发灵能进入到了宇宙。你们爆发生化危机，形成集体意识，那是你们的事，但是你僵尸修真，那就是破坏宇宙唯物主义的安序制定。哪里吧你？大家看我这完全改造的机器人哥们儿，那就是好。一听地联要剿匪，开放边境，端茶倒水。放心，哥们儿，今天你是给我让路，明天你就是我哥们儿。然后你看我在地联境内又发现了谁？这不是阿提赞蜗牛人吗？以前叱咤风云的阿提赞，如今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哎呦，小本生意不容易，给你盖盖章，盖盖章。环世界取暖一完成 ，A 型200%能源产出的戴森球光架建造完成。2317年，地联老舰队巡洋舰方队攻入僵尸王最后的领地，他们没能击穿我巡完了十几圈的装甲。一瞬间，本期素材最漂亮的一幕诞生了。僵尸王80K战列舰群一轮巡洋舰齐射都没扛下，绽放出了银河最漂亮的烟花。现在正好是过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不过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没想到这狮王竟然拒绝给地联干活，选择集体自尽，这白白浪费我弹药，打了一场没屌用的仗。不过无所谓了，四个环世界全部殖民成功，超级多的科研取暖将加速我的武器伤害和装甲的硬度研究。随着摘星者完全体建立，地联超级矿物紧缺问题得到了解决。地联现在不管是能源还是矿物都足够撬动整个银河，毛毛虫星球陆地防御力量达到了恐怖的3500战斗力。而随着我十大星球疯狂招募的35K 战斗力，陆军集合完毕，以及数个战列舰群搭配银河泰坦和几乎十几艘天启级泰坦下水，如今我们的整体战力已经达到了1500K。现在该你了，老逼灯，宇宙要易主了，哈哈，儿子，你这来看我怎么还带舰队呀？三路500K舰队同时开上。不到一天，纵横银河数千万年的银河治理监管者毛毛虫陨败当场。不过还好，这只是一场 AI 模拟的场景。如果真的发生，人类就真的太不是人了。都这样了，他还仅仅认为我只是需要引导迷路的孩童。人类自古就懂百善孝为先，父亲又怎么不知道我的实力在偷偷变强呢？儿子，哎，跟你说话了，儿子，这才过去几年呢，哎呦，我儿子变这么强了，哎。其实爹早就知道你在外边混出名堂了，不过你也没说，我也就没好意思问。看来我误会之前被我灭掉那个巨构文明了，原来普生神级文明的方法还是通过巨构啊。啊，是啊，同时那地联脱离银河圈子进军宇宙文明已经不远了，怕您老到时候一个人孤单，想收几个义子来孝顺。收服谁呢？就你了，机器人。好，关我屌事，你不是说咱们是哥们文明吗？是啊，咱们都成儿子，那不就是兄弟了是吧？开战吧。正在计算之中。一条外星文明的通信。
小机器人母星，这还星环基地加上超级防御网络，这波我感觉可能会打不过我啊！他果然打不过我。我们投降，我你一起我的口，不愿意打狗，我们投降。恒星量子计算机千载星辰建造完毕，我们本就几乎无限的科技再次翻了三倍，天界领航者建造完毕，各项数据再提升几倍，现在我们一个舰队的实力已经达到了近乎一兆，地联现在已经是完全体的宇宙文明了，我已经没有耐心和一堆原始人过家家了，发动巨象全面战争，向摩拉诺克文明宣战，向约尔企业文明宣战，向奥比斯企业文明宣战，向班图里安联合宣战，向拉尔菲文明宣战，向蜥蜴王文明宣战，向泽兰文明宣战，向杰里萨文明宣战。儿子，银河里还有个老壁灯，就是那个老壁灯圣地守护者，以前老恶心我，向圣地守护者宣战。银河全面战争开战，一次攻打七个文明外加一个圣武帝国，对我来说是非常吃力，竟然需要我派出全部舰队 20% 的舰队力量去消灭，整整 20% 啊，要知道我收服机器人当狗我才使用了不到 10%， 其中一场战役他们的联军高达 500K 包围了我的第一师团，身为早就成立由胡安带队的巡洋舰师团，我眼看着他就要殒命当场，不过还好我技高一筹并无大碍，这些文明能活到现在还互相牵制是有原因的，每个文明都能拿出个 200K 或者两三个文明组建个 500K 联军过来干我，不过还好我技高一筹啊，都被我消灭掉，而我的战术呢也很简单，星球一旦被我攻占下，我就将全部人口快速转移至军事基地严加看管，后续地联如果需要用人那就从这里直接提取，看这才关押多少人，才关押了20000多亿外星人而已，理论上我还能再多关押几倍，而地联一说这场战斗就没有损失吗？也有，我的 30K 陆军和三兆主力舰队在攻打一个空间站时翻了车，我没想到他们将空间站设置了自爆装置，我的舰队自然是无伤，可是陆军他扛不住我， 30K 陆军云毁当场， 30K 167个陆战军团，每个军团10万人，167万军人就此殒命，上巨象吧外星人。随着30多个星球毁灭，我赢得了战斗。至于人类联邦，这娃懂事，知道吧？我都没管他，他就主动当儿子去了。在我准备阅兵结束这场战斗时，银河某处突然打开了一个异次元通道，天灾恶魔来了！银河系的智慧生物，我操！打扰，让我们公益地球联合成功进军神级文明，让我们最后阅个兵，送他们去征服更远的宇宙星辰大海吧。再见。